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那个，我看最近有一首歌啊，这好多人叫我唱，那个叫什么“老公天下第一”，然后改成男生版的“老婆天下第一”嘛。然后对，唱一下试一试。但是我觉得，但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有点难。对，对于我来说，真的好羞耻啊！不要叫我。湿哒哒，什么鬼？你还要我怎样？好了，这稍微上下试试。我刚刚练了几次，然后，太难了。老婆，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嘴巴一个老婆抱抱，我要给你抱抱的飞起来的抱抱，转圈圈的抱抱，我的老婆超美，笑起来是超美，牵我手时超美，摸你头时超美。我的老婆最棒，是我喜欢的对象，我的另类只为你唱，我的身体之歌。不行了不行了啊，那个坚持不下去了啊，真的，太难了太难了。抱歉，再见。